我是娃娃。喵喵。哦，展瑞。有客人来我们家哦，他们是第一个来我们家的 YouTuber 哦。我们今天要来玩进阶版的企鹅破冰砖，然后今天惩罚很恐怖。惩罚是我们去日本的唐吉诃德买到一个很恐怖的东西，他说是很恐怖的糖果。今天的游戏规则呢，我们分两组，我们是鸳鸯大道，鸳鸯大道组那边是，我们这边是时尚组。第一轮会先用肘轴，这个叫什么啊？会长身的地方叫什么？肘窝吗？肘窝。先用肘窝，然后玩两场，然后第二场是用嘴巴，就是预备。开始，先的会比较待客之道。哎 ，pass， 随意，随意，肘到底要怎么敲、啊？好难哦。是有实力点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手肘没有实力。哦，可以哦。好，随意一点。哎、欸，可以哦。哎、欸，蓝色，你不觉得有点困难？这要怎么敲？我们是想了一个很难的。怎么会这么难呢？对啊，好这样，音乐会敲到桌子。哦、oh, ，是不是不算厉害？蓝色也没办法，对对，掉两颗，等下就是转面了，敲不到，我们没特别敲，好像不会，白色，哎 pass， 你有动，我老是 pass 啊，不是老是 pass， 对啊，随机。太快了吧！我这样哎、啊欸，一个哎、欸，然后直接瓦解，会不会重播？其实刚刚是有那个灵动的现象。反正结论就是输了。没想到娃娃居然要自己出那个炖药的味道。那我们一人大颗一个小颗。我先来。哎、欸，你没有三颗哎、欸。我应该只要吃一颗就好了。好。哇，我觉得你会很可怕。好可怕、哦，快过期了。凶哎、欸。闻起来是普通柠檬塔的味道。你这样讲，我想吃耶，很香啊，其实是很香哎，所以你的表情不难吃哎，就是中等，所以它变到黑暗酸的，对啊，这也还好。那娃娃现在很镇定，吃起来像真的柠檬一样，那种酸度。情侣就是惩罚都是男友。哦，这大胸哎，大胸，它是抽签，它还是有运气的，对。咖喱的味道，你今天走霉运，大胸哎，应该可以吃吃。如何？没味道，又是咖喱。我可以试那个柠檬吗？被你们讲到这样很好吃。可是我其实很怪而已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是惩罚？这不是啊，先这样吃，这蛮好吃的、啊。那、啊、你们怎么抢的吃惩罚？对，不是因为咖喱真的是香的，没有柠檬更好吃哎。那我们上一次的惩罚好像比较厉害，我们上次的惩罚是用脚打巴掌。帮我们下次来试喝。现在第二轮玩惩罚。这有难度哎，怎么会想到嘴巴嘞？有办法吗？狗狗觉得有可，哎呦 ，pass， 蓝色，蓝色，我觉得很难咬，牙上好痛哦，压下去，这个是随机，这样是不是？我找不到东西看。才一次两块，上卫生纸，上卫生纸，所以这不适合戴牙套的人，因为戴牙套的人牙齿是松软，在咬合的时候它会有感觉，牙齿咬牙，不会，比较好笑，有那种，要流口水，不要流口水，别流口水，把它滴一下，哎，我玩你的这个，看一下，各位观众看一下。哎，又 pass， 哦，又 pass， 随机，角度真的很难瞧。手机，找一个好看的角度啊。有了，小心哦。跳舞跳舞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跳舞跳舞，哦。哦，等那张照片会不会有点气势动态？白色。你不要乱放气啊！不行，我帮你拍一张，你等一下。哦。哦。哦白色，好刺激哦！我看不到要敲哪一个，你把地基破坏了。没有，你要敲这个就动的是别的。可以换一个敲吗？好，没关系，让你换一个。不不不，你挑这个，你心脏很强哎。哦，买了，有吗？你不要吓他哦。没有。哎，我觉得你这技巧很高超，啄木鸟而且在同一个点，比这个很难哎。哇！恭喜你。我都还没玩到哎，都没有玩到。你是雷队友，觉得你们是想要我们两个来试这个，觉得你们两个一直在开箱。好哟，谢谢。
哎，这次有两个颜色，哎，小吉哎，他说舌头会变色，他说声音也会变，吃完可以唱歌，会变好听，那要给你们吃，我们靠实力。没有什么味道，甜吗？一点点，我真的没味道哎。哎，我真的像清冰一样，像清冰就是水嘛，我知道啦，那个假音啊，上得去吗？这样比较可爱，很准哎。你干你的吧，凶凶哦，这个看起来很耳，是黑色，黑色，味道很浓，会变脸，脸色大变，满脸大变。你以为你挑红色最安全吗？黑的跟白的，我觉得它是用颜色来骗人，黑的一定最好吃。对，好，那我就黑的。干嘛？什么什么？好酷！什么感觉？柏油路刚做完的时候，柏油路的味道。你这个好恶心哦！各位，我们嘴巴诞生了，蛋白色跟红色，帮你挑一个，你多难吃。我觉得有点酸梅的味道哎。怎样啊？那种像臭掉的东西，臭掉的东西，臭掉的酸梅。我臭掉的酸梅，不要放闪好不好？观众不要放闪，我闻。酸掉的酸梅跟柏油路，你那应该比较呕吐物吧？对对对，我们猜拳输的吃那个，我们两个把自己跳进去。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得得，白色应该没什么味道，吃起来像薄荷糖牙膏的味道。它是给一些会惧怕牙膏的人，对，会惧怕牙膏。没了，结束了。现在是加码时间，为了不要浪费呢，我们想说就把它用完。明明就是想让我们吃加码。那我们会猜拳，输的人拿一颗，猜到拿完为止。剪刀石头布，两手布，两手布，他们两个，两手布布布，哎，拿一颗，几颗？剪刀石头布，让我们就，这两情侣来输的。剪刀石头布，哎，怎么布？我拿大颗了，剪刀石头布布，剪刀石头布，终于换我们两个，剪刀石头布，最后一颗，剪刀石头布。你从来没有哎，我们把它打开。伏尔加是怎样？你是奖品哎，还是胸脯被拿完了？因为我是中级，很好吃哎，这些都好吃的。这是糖果啊，我觉得这不是惩罚，哦，我是级，我这根本口香糖，我有一个大级，骨头的。所以其实惩罚已经被我们拿完，其实惩罚很少哎，所以它其实只有一个是糟的而已。对，很久没有一次吃那么多糖，明天好肥啊！我这好像小时候的味道啊。对啊，这惩罚怎么那么好？不是惩罚，搞了半天我们都是奖励，猜拳输了拿奖品。哎，我觉得口香糖很好吃哎，骨头可以，口香糖很可以，搞了半天这真的蛮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那个喜欢展龙展瑞的频道呢，记得来订阅一下我们。应该是说没有看过展龙展瑞的频道，你可以订阅一下我们，就搜寻展龙跟展瑞。我们的频道其实很有趣哦，自己讲。那想看更多影片，请记得按一下订阅，还有开铃铛，别忘记收看他们频道的《去你的晚餐》，因为会有黑糖糕。因为有黑糖糕。对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记得订阅哦，拜拜。你的跳舞这样很轻轻的，轻轻的。我跳舞，跳舞，跳舞。